透过我们不同年龄层的这个眼光，你就会看到美，不管这个美是设置的美，还是你对永续生态环境自然的美，还是你对于这个嗅觉的美，好，我们在讲五感的美，那我们其实都很期望透过刚好这一次我们在征求海科之美这样的一个活动欢迎大家也来看看我们第一特展，然后也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看看海科馆这整个山海城之间的这个美感，然后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海科之美的一个这样活动。我相信各位如果参与这个活动之后，你会对于我们这个自然生态，对这个永续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认知。这次比赛依照年龄层分组，有国小组、国中组及高中组，欢迎大朋友小朋友透过手机镜头分享你的创作，展现海科之美。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